大家好，我是 BEJ Team 一的王雨楠，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总选了。之前呢，因为一直在处理一些学校的事情，所以刚回北京不久。今年我的目标就是打好基础，大家今年都可以轻松一点了。很感谢一直陪伴我的粉丝们，从沈阳到北京，同时也很感谢一直喜欢我的大家。2019新的旅程 SNH48 Group 第六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，我是王雨楠，感谢大家为我投票。